娱乐周到，无需客套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鲤鱼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在曾经的演艺圈中，有个女星就印证了这一句话。这个女星她因为长得漂亮，因为颜值非常的高，最后招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祸端。年轻漂亮的女生本应该被怜香惜玉多一点，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一个曾经被称为玉女明星的女生，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年轻漂亮而得到更多的怜香惜玉，反而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这个命运悲惨、故事悲伤的女生，就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玉女明星戴良纯。年轻时候的戴良纯因为自己的颜值所以被重用，年轻时候的戴良纯也因为自己的颜值被很多男生追求。追求她的男生不仅仅是演艺圈中的著名男星，还有圈外的一些企业成功人物、知名医生等等，都对她怦然心动。戴良纯在出道之后，她的命运就和演员、医生连在了一起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年轻漂亮又优秀的戴良纯经历的三段情感都让人看着悲伤。这个经历了三段情感、两段婚姻的女人，差点就被自己的三段情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。戴良纯的第一段婚姻是非常悲惨的，结婚之后的她被自己的丈夫家暴，最后还被毁容。毁容之后的戴良纯也是通过整容的方式让自己重回颜值巅峰。成为颜值巅峰的戴良纯本以为可以找个真正能依靠的男人，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戴良纯之后的两段情感比第一段更悲伤了，那就是她的第三任惨死在了第二任的手上。1980年，容貌出众的戴良纯成为邵氏旗下艺人，签了5年的合约。因为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，所以公司有意大力栽培她，成为玉女掌门人。不过，这样的构想终究成为了邵氏的一厢情愿。因为戴良纯的演艺事业相当短暂，只有2年多的时间，星途一片大好的她为什么急流勇退呢？这就要从头说起了。1958年，戴良纯出生于台湾，家境殷实的她从小就备受宠爱。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长大之后势必会成为大明星，认识她的人都这样评价。果不其然，22岁那年，大学还没念完，她就被邵氏招入麾下，成为公司力捧的新人。出道即巅峰的她，第一部作品中就是以女主演的身份参演的《单程路》。在这电影当中，她扮演天真可人的小美。这部作品可是当年的大制作，由金像奖和金马奖的双料影帝级导演李修贤和蓝乃才执导的电影。凭借这部作品，戴良纯很快就收获了一大批路人缘，快速地打开了知名度。1982年，他在楚原执导的电影《楚留香之幽灵山庄》中扮演钟灵，凭借着美貌和颇具灵性的表演，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电影上映后引起了不小的关注，很多人被他的清新秀丽迷倒。当时的娱记是这样评价他的：良纯一滴泪，天上一颗星，以此形容他超凡脱俗的美丽。这种电影让他惊艳四座。然而就在他的事业一片光明之际，他却没有趁热打铁再创辉煌，而是做出了一个让众人哗然的决定。1983年，戴良纯跟邵氏的合约还有2年没有到期，但是此时25岁的他却不惜砸下天价违约金也要离开力捧他的公司，疯狂地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，因为他要结婚了。那么这个让他失去理智、不顾一切爱上的男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他的第一任丈夫，邵氏公司的当红小生刘勇。戴良纯是怎么跟刘勇走到一起的呢？这就要从一部剧说起了。戴良纯成名之后，戏约如同雪花一般的扑面而来，在此之后拍摄的一部电影《三十年戏说从头》让他认识了刘勇，然而这也成了他噩梦的开始。由于他遇人不淑，从此接二连三的劫难如影随形，让他痛不欲生。刘勇是李汉祥的干儿子，当时的他跟戴良纯一样，分别是公司力捧的当红小生和花旦。刘勇当年的影视圈地位也并不小，他跟谢贤和狄龙的咖位并无差别。刘勇当年也是风度翩翩，戴良纯也长得楚楚可人，两人初次相遇，双眼对视的那一刻就有了一见钟情的感觉。在拍摄《三十年戏说从头》期间，刘勇还在拍摄片场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。戴良纯当时有一场吊威亚的戏，当时由于设备发生故障，戴良纯从高空不慎落下，当时刘勇奋不顾身地拼力相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刘勇将他紧紧地抱在了怀中。戴良纯通过这一次的有惊无险，对刘勇的好感与日俱增。剧组里演员相互对台词、彼此交流演戏经验的交集不少，两个当红小生和花旦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谈起了恋爱。他们并没有顾及其他人的看法，
也没有顾虑公司对当红艺人的禁令，这场恋爱谈得惊天动地。再后来，他们共同搭档出演了《青春一千日》，因为这部剧中两人扮演一对情侣，其中有一场戏是两个人的婚礼。大良纯被这段剧情打动，认为一切都是天意，于是这部戏杀青之后，大良纯就跟公司提出了解约。为了能早日娶到大良纯，刘勇还主动帮他清还了公司的天价违约金。大良纯原本以为嫁给刘勇就能过上相夫教子的安逸生活，所以才抛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但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婚后的刘勇却卸下了暖男的伪装，露出了他残暴的一面。刘勇是个控制欲很强的男人，而且他还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人，他不仅控制大良纯的一举一动，而且还对他的思想进行控制。大良纯如果稍微表现出一点点反抗，都会引起他的强烈不满。他经常对大良纯大打出手，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。面对刘勇的残暴，大良纯对他的选择开始后悔了，之前满腔的爱意都化作了满满的悔恨。为了逃离刘勇的控制与虐待，大良纯逃回了台北，回到了娘家，他想重新开始。不过不甘心的刘勇却并不死心，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，将他的行动全部掌握在手中。当时戴良纯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，其实这是他最不应该做出的选择，他应该跟刘勇离婚之后再去结识新的男朋友。当刘勇通过私家侦探得知妻子背着自己跟别人相亲的时候，妒火中烧的他失去了理智。他乘坐飞机专程从香港飞到台北，下飞机的时候顺走了飞机餐里的餐刀。刘勇找到戴良纯的家，刚一见面，情绪激动的刘勇就掏出了餐刀向戴良纯的脸上划去。由于戴良纯没有任何防备，所以受伤惨重，戴良纯被送进医院进行急救，虽然挽回了性命，但是美丽的容貌却失去了，他被毁容了。行凶作案的刘勇被警察逮捕后，他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悔意，即使关在警察局，他依然情绪激动，对着警察大肆诋毁辱骂戴良纯。他在狱中还放出狠话，声称让戴良纯没脸见人，再也别想走出家门勾引野男人。后来在各方关系的调停下，两个人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刘勇赔偿了戴良纯650万台币的医药费。这场初始甜蜜结局悲惨的婚姻，让戴良纯不仅失去了对美好婚姻的向往，也让他容颜尽毁，他的人生也因此陷入了低谷当中。不过伤痛虽深，生活依旧要继续下去，之后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决心，承受着生命的危险，肉体上的痛苦，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面部修复手术，他的容貌终于恢复了。在这段治疗期间，为他做修复的医生叫严三元，两个人因为经常接触，严三元从一开始对他的怜悯渐渐地产生了爱慕之心，而戴良纯也被他的温柔体贴再次打动。虽然历经劫难，但是因为对方对自己有再造之恩，所以他也因此打消了顾虑。1990年的时候，他跟严三元结成情境之好，然而这第二段婚姻竟然成了他人生当中第二场噩梦。他虽然竭尽所能，努力尽到妻子的职责与义务，但是命运却并没有怜悯他。这一次他又遇到了渣男。婚后严三元跟刘勇一样摘掉了伪装的面具，他不仅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回到家里稍不顺心就对戴良纯拳脚相加，打得最狠的一次差一点把怀有身孕的戴良纯打到流产。看着他痛苦，他却流露出了变态的满意笑容。戴良纯为了逃避他的魔爪，再一次选择了逃避。他孤身一人来到日本，跟暗恋他多年的牙医小林守生活在了一起。两个人在日本结婚后，过着隐姓埋名的低调生活。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严三元还是听到了风声。妒火中烧的他选择了和刘勇一样的解决方式，他选择了暴力解决。1992年的圣诞夜，严三元潜入了小林守的诊所。由于他们夫妻二人正在熟睡，丝毫没有任何防备，小林守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因流血过多不省人事，戴良纯也被划伤了。不过对他依旧怀有一丝眷恋的严三元将他送进了医院。因为这次谋杀，严三元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生，也让无辜的小林守失去了生命。由于小林守的遗产相当丰厚，这也引起了他人的猜测，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戴良纯和前夫的蓄意合谋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戴良纯主动放弃了小林守的遗产，在此之后音信全无，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关于他的消息。
戴良纯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，一次被毁容，一次丈夫死在二任的手中，就连自己都差点丢了命。两次的婚姻经历让当时的演艺圈议论纷纷，也让戴良纯内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经历了这两次的事情之后，戴良纯就彻底的从公众的视线中销声匿迹了。直到现在，已经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。几十年之后的今天，人们已很少再见到戴良纯，但是戴良纯背后经历的那些事，如今人们想起时还是会依然议论纷纷。戴良纯是一个好女生，也是一个善良又漂亮的女生，只是善良的她一直没有遇到那个能够呵护自己的白马王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